你这里在炖什么呢？豉油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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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很诱人的样子。今天中午吃什么鸡呀？不告诉你，你猜。快说呀，吃什么鸡呀？不告诉你啊。不要不告诉我。盐焗鸡这叫。虽然我觉得叫盐焖鸡。我也觉得皮没有熟。你怎么最后没有放进烤箱？你不说用猪蹄火？对啊，最后烤放进烤箱呀。好了吗？好了。铸铁锅真的是个娇贵的容器，娇贵的工具。为什么？快解释一下。因为要养它。要热多久？今天晚上吃花甲，开心吗？花甲已经焯好水了，让它开壳。这个人正在疯狂的捡辣椒。买了有一公斤的花甲，结果锅太小了，炒不开。炒一碗花甲简直酿成了一场事故。今天中午吃酸菜鱼，你怎么是全部放下去，不是一片一片放下去的呀？出锅了。这么点油啊，不然会太油的吧。这是做什么呢？糖醋豆腐。就好了吗？哦，太难太难炖了。哦，几分钟。一个小时就已经把它烤熟了。现在要用炙烤功能给它烤三分钟，使它表面出现焦焦的样子。对，现在等三分钟就好了。太难了，人生太难了。再给我拿一个垫子出来，把它拿出来。
好吗？酒杯回来。就是今天的轻乳酪蛋糕，你来看，来看它短短的。把它晾凉就可以放到冰箱里啦。你可以帮我把我的奶拿过来吗？啊，这块。巧克力配蛋糕，开心了，蛮开心的。蛋糕，我也弄一杯，你要弄一杯啊？那你自己拿个杯。如果没吃完晚饭，我们要各忙各的。我要准备水果。哎呦，你要准备明天的午餐。妈呀，这个香味有点刺激。有没有觉得这蓝莓特别大？你这对这瓶香槟是不是已经觊觎两周了？是的。没有香槟杯，就拿威士忌杯来充当一下，是吗？没气泡的，没气的，这不是香槟吗？这只是 一瓶喝着吧，不是 Sect， 谁你说这是 Sect？ 你，哦，这不是 Sect， 竟然，这只是一杯喝着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杯子？也可以的。好容易喝，对啊，我也觉得我都可以一大口灌下去的，这好容易入口。又是我们夜晚的时光，电影时光。是的。今天又是卫衣女孩。穿了一件白色的这个优衣库的卫衣和墨绿色的针织衫，配合这个绿色的主题，还弄了几个小夹子。这竟然有后轮夹子，厉害吗？这挂车竟然有。这个施工地，我们预测它要一年两年。两年。哦，好多人啊！很多吗？反正等的人很多。你要排吗？我给你啊。我就不要排了。要去吃饭了。
吃什么？吃还是吃上次的那个上海菜。先上来的是一碗牛肉粉丝，咖喱牛肉粉丝。我们俩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嗯。荠菜鲜肉馄饨，嗯，锅贴，生煎包，什么小笼包？生煎包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还可以。一个油焖笋，嗯，好吃吗？我觉得在德国已经不错了。在德国，这个前缀。怎么办？你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看看有什么饮料。为什么都是百事没有可口？没啥好喝的。你要喝东西吗？你要补充能量吗？开心吗？开心的。没有气的。这个。SD 为什么会有气？拜拜拜拜拜拜。为什么？